这是云南省曲靖市某建材市场的一段监控录像。画面显示，2012年12月26日晚上10:39:37，一个名叫小金的男孩被一名嫌疑男子抱走了。然后那个小孩因为挣扎比较剧烈，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鞋就蹬落了，掉了一只鞋在这个地上。当时嫌疑人也没有管，这个，他继续抱着小孩往前走，小孩继续挣扎。这之后，嫌疑男子一边控制着孩子，一边采用更恶毒的手段对待孩子。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呢，有他出现捂嘴，小娃娃子，小男娃娃子在挣扎，他就把这个小男娃娃的嘴捂起来了，不让他哭，不让他喊。太歹毒了，他抱着儿子，我看那个视频，他边打别抱着他走。被嫌疑人抱走的男孩名叫陈小婷，刚满5岁。他们一家是湖南人，这些年呢一直在云南的曲靖经营着灯具生意。据小婷的母亲讲，那天晚上她带着小婷去麻将室看她丈夫打麻将，后来小婷就自己跑出去玩了。没想到3分钟之后，小婷便踪迹全无。于是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我们便看到了刚才那让人痛心的一幕。监控中抱走小婷的那名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5岁的孩子？他这样做有何原因？聚焦一线，直击现场。5岁孩童突然失踪，监控记录残忍真相，神秘男子踪迹难寻，失踪背后另有玄机。该名男子了吗？多次在市场里边闲逛。一个多次出现的可疑女子，一起动机难寻的蹊跷案件。是拐卖还是谋杀？是阴谋得逞还是另有真相？跟踪者一线正在播出。从监控上看，抱走小婷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身高在1.65米到1.7米之间，头发较长。嫌疑人的特征反映的很少，特别像面部特征呢，是基本上没得。监控显示，在嫌疑男子抱走小婷的3分钟后，小婷母亲就开始发动家人及周边商户寻找小婷，可以说寻找得很及时。那么，为什么一直找不见孩子呢？据了解，事发的建材城是曲靖市最大的建材城，这里道路分岔口多，监控探头也还算齐全。通过监控能否找到嫌疑男子的去向呢？警方立即对建材城中嫌疑男子可能经过的地点监控进行了查看。奇怪的是，嫌疑男子选择的路线很特殊，除去刚开始的行踪被记录外，抱着孩子的他竟然再也没有在其他监控里出现过。因为监控它有一定的范围，它可能是往你出边后呢，它没经过我们视频，而是往其他路线走的，从我们没得监控的地方离开的现场。那这个男的对这个大的环境是熟悉的。如果事情真如警方的推断，那么嫌疑男子掳走小婷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案件，不然怎么可能如此顺利且快速的消失呢？鉴于嫌疑男子刻意躲避了失踪地点的部分监控，警方决定扩大搜索范围。因为我们不知道嫌疑人几点钟来的，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几个人。民警随即对嫌疑人作案以前的监控进行了查看，很快在2012年12月26日晚上21:50，警方发现了一个无论是体型、身高还是发型和走路姿势都和嫌疑人很一致的人，这是他当晚第一次进入建材市场的监控范围。找以后呢，我们发现就说有个零点，这个该名男子的嘛，多次在市场里边闲逛。在探索闲逛的近一个小时里，嫌疑男子步伐很慢，有时候还会刻意的沿着路边走，好像很怕被人看到一样。嫌疑人如此举动究竟在干什么呢？如果是拐卖人口，是不是在寻找目标，还是在跟踪？
嗯，他是不是在选择单独玩的小娃或者那样选择一个获胜机会把小娃带走。可现实的问题是，人口贩子选择的拐卖对象一般都是两岁以下，对过去生活记忆不多的小孩，而失踪的小婷已经五岁，人口贩子真的会在人流不断的建材城里拐走他吗？警方有些疑惑。不过很快，建材城外一家网吧门口的监控录像让案件清晰了起来。我们通过调取那个监控探头的视频资料看了之后，就发现当时有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在这个花台这个位置，就蹲在这个花台上，蹲在花台上，当时从影像资料上看，他们好像在商量什么。通过侦查实验和监控对比，警方确定网吧门口这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就是抱走小婷的人，只不过此时他的身边多了一名年轻女子，并且两人当时一直在交流，直至十多分钟后他们一起离开了网吧门口。在这个监控画面上出现这个女人当下在侧重于这个拐卖儿童。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很多拐卖案件都是男女分工协作，男的负责拐走孩子，女的负责看管并转卖孩子。从目前情况看，这对男女联合作案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对可疑女子的行踪进行了调查，果不其然，嫌疑女子不仅进入了建材市场，而且还一直远远跟随在嫌疑男子身后，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和交流。为什么到现场以后呢，两个又不在一起，要分开？那我们在怀疑说，他两个假装呢，就是故意的制造一种不认识的一种情况，让我们大家怀疑不到头上。在整个过程中，嫌疑女子都没有远离嫌疑男子，而是在他身后保持了大概十米的距离，直至当晚22:40左右，嫌疑男子将小婷抱走后，他才再次回到网吧门口。考虑到网吧门口的监控质量较好，警方立即让周边的商户对录像中的男女进行辨认。很快有人说案发当晚的确见过他们。我们关门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在这门口，那个女的就站到那个门杆里，男的就蹲在这个摩托车这边。这家小卖部的不远处就是麻将馆，当晚小婷就是从麻将馆跑出来后被抱走的。结合小卖部老板讲述的情况，警方推断这对在小卖部门口停留的男女应该就是对小婷下手的人。那么他们是谁呢？警方对周边商户进行了仔细寻访，很快麻将屋楼上的一个房东反映说，他曾见到过监控中男子来找过他的一个叫做傅林的租客。画面中这个男人显得比较清晰。嗯，就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看不出。看不出来。他有点紧张，他沉默，不讲话。然后我们让他反复的看监控录像。和以及他的那些肢体语言，我们判断说他应该是这该名男子至少是人士。警方将事情的利害关系说给了他。半小时后，傅林终于说，画面中的男子是他的朋友，名叫王静波。王静波案发时21岁，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人。难道王静波真的会勾结同伙拐卖小婷吗？虽然很多事实都在不断强化这个推断，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困扰却让警方难以释然，那就是在家长报案的4个小时后，也就是2012年12月27日凌晨3点，一直在寻找孩子的建材城商户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小巷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满身是血的小婷。这多的大多少一头就看着说的这里说的小娃，人看着已经病了，血都淌了多少的。然后看见这么一大滩血就在他旁边，我就坐在他尸体旁边哭，我拿石头石力在那里砸，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候太难受了，真的是一个娃娃在六岁，你什么你这个男你这个人有什么，你带八娃娃带八万人去，真的不会伤害小娃娃，是不是？警方勘验表明，小婷全身除去4处刀伤外，头部还遭到了重创，最终因为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他的死亡时间是当晚23点左右，也就是被抱走后10分钟内。各个都气愤的，一个老百姓啊，一个什么人都气得很，说这个小娃杀的太严了。欺骗把我儿子杀掉，然后我心疼他嘛，看他太可怜了嘛，然后也后悔自己。那天晚上他说要去，我就跟他去，我为什么不跟他去？为什么要跟他去？为什么要带他去？见到5岁的儿子被害，小婷的母亲充满了自责和悔恨。要知道，5岁的小婷是陈家的小儿子，他承载了整个家族的希望。本来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抵在这个在他的身上，没想到出了这个事情，真的一辈子嘛，路不得人。我一直想着我这个孩子。陈华说，5岁的小婷来得很不容易，那是妻子在36岁时冒着生命危险孕育的，所以平日里他们对小婷一直是照顾有加。可谁曾想，仅仅3分钟的疏忽，小婷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他们。啊，手术到了，修复也截肢了，生不出来了。这想要你不行了啊！甚至家里一个家庭就被他亲整的。等到家不远吗？案发后，悲痛欲绝的陈家人怎么也不明白，他们这些年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平日生活中，都处处与人为善，到底哪里得罪了人，以至于小婷竟然遭到如此横祸？真的，我们当时就在怀疑，说是小娃为什么这傻，傻的原因。拐卖案件是通过贩卖孩子获取经济利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会痛下杀手，可为什么王静波会在抱走孩子10分钟不到就将其杀害呢？拐卖人口在拐卖的途中控制不住小娃，以后最后把小娃杀掉，这究竟是不是事情的真相？王静波会因为小婷太过挣扎而杀害他呢？目前警方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也许真正的杀人动机还得等王静波被抓获后才能得知。警方立即赶往了王静波老家所在地，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王静波当天就自首了。你是逃出的小孩子来的？在请那个死亡证明。直至归案，王静波才知道自己已将5岁的小婷杀死，那么他究竟为什么会对幼童下此毒手？2013年6月2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王静波会还原一个怎样的真相呢？被告人王静波到，现在法庭有几个问题要向你发问，希望你能够如实的陈述。是。那你知道被你杀害这个被害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在庭审现场，王静波竟然说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实，那就是他和被害人小婷一家毫不相识。此前他向警方供述，他做下此案既不是为了拐卖小婷，也不是为了仇杀。那么王静波为什么要抱走小婷并将他残忍杀害？他作案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在排除了仇杀、拐卖等可能的侦破方向之后，现在唯独剩下一种可能性了，那就是王静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受人指使的。那假设这个推断要是成立的话，那在王静波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主谋，这个主谋会是谁呢？这时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了他的身上，这个女人就是跟着王静波一起出现在了网吧门口，然后又跟着王静波到了案发现场的女人。他和王静波会是什么关系？他会是王静波背后的主谋吗？一段突如其来的爱情，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以身试法为哪般，心中毒气又从何而来？跟踪者一线正在播出。
其实对于和王静波在一起的女子，警方并不陌生。早在王静波归案前，他就已经和王静波的朋友傅林一起回到了曲靖。当初傅林辨认监控录像时，警方就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第一件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令的特征是，这个令的叫蔡雄英。蔡雄英案发时21岁，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大学文化。从监控中看，蔡雄英很可能参与了王静波杀害小婷的案件。警方就此对蔡雄英保持高度关注，待到王静波落网后再决定是否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很快，事情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王静波交代的案情让人瞠目结舌。你为什么要杀他？当时是蔡雄英在旁边一次相逼，我才这样做。就说你杀被害人的这个是因为蔡雄英一次相逼，他是怎么逼你的？他当时在小孩跑出来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了，赶快如果再失去这个机会，他就去死了。意外的消息不断传来，王静波供述称，蔡雄英不仅涉案，而且他作案都是蔡雄英逼出来的。警方随即将蔡雄英抓捕归案。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气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后悔。那个蔡雄英才是案子的最主要的一个人员。那他整个那个作案过程的嘛，完全是由蔡雄英来指示的。这个是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蔡雄英归案后承认，自己的确指使王静波杀害了5岁的小婷。在这个案件中，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很诧异，因为从监控录像分析，从暴揍孩子到杀害孩子，整个过程都是王静波一人所为。虽说蔡雄英当时一直跟随着王静波，但他并没有实施对孩子的杀害行为，为什么他却成为了案件的关键人物？还有，王静波和蔡雄英究竟是什么关系，以至于他会不惜触犯法律行凶杀人呢？我们那个时候和他什么关系？就是朋友，你朋友，那你没关系。那你没关系。嗯。有多少？有好长时间吗？总在一起个，最多有一个月。那是案发前一个月的事情，王静波说。他之所以答应蔡雄英出面作案，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这种恋爱关系，并且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王静波激动无比的同时也很疑惑，为什么蔡雄英会突然答应做他的女朋友。要知道，虽说自己从半年前认识蔡雄英开始就喜欢上了他，可是事情却不顺利。看当时他们就看他人还是不错。他第一次见着我之后，他就说他喜欢我，然后开始他问我，我都没同意。王静波出生在曲靖市陆良县的一个小山村，仅仅上到初中一年级他就辍学了。虽说在外打工也有4年，但性格内向缺乏自信的他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因此他无比渴望能追求到蔡雄英。如果自己年龄又大了，家里面有逼，我们就碰到蔡雄英嘛，看他是个大学生，往表面嘛对自己也可以嘛，是过日子没过得成嘛，所以嘛自己对这方面没也就没考虑那么多。可蔡雄英并没有接受，为此伤心过一段时间后，王静波使出了浑身解数追求蔡雄英。然而足足等待了半年时间，蔡雄英一直是不冷不热。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对我太好了。让王静波没有想到的是，案发前一个月，蔡雄英不仅一反常态的答应做他女朋友，而且还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让王静波感动不已。只是在这之后不久，蔡雄英给王静波打去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王静波，到。你是怎么到曲靖来的？谁喊你下来？蔡雄英打电话叫我下来。他说了些什么？他打电话叫我下来，他要去杀一个人。电话中，蔡雄英让王静波去杀害一个5岁的小孩。
对于这个疯狂的要求，王景波一时间难以相信。当时啊，我当时还想也没说想着帮他干这个事情。他有过记忆，但是记忆的时候了嘛，蔡秀英就以这个爱情的理由来要求王景波来实施这个事。那不是我不带他就怎么样啊？可能哎，就不是到处一直，自己也喜欢他，自己也相信任他了嘛，就他说什么就自己会去做看，所以就导致今天这种结果。我当时就是反正心里面就是有点感动，然后特别温暖。他自己说的一点就是说，他希望帮蔡秀英把这个事情做了以后，蔡秀英能够嫁给他，也就跟他在一起。幻想着能和蔡秀英结婚，王静波心里无比的兴奋，于是他没有太多的迟疑，就答应帮助蔡秀英作案。只不过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同意杀害小孩。开始说是在小孩拐卖掉了。就是给他送到别处养起他家里面鸡鸭子。接下来几天，蔡雄英带着王静波踩点，深入了解作案目标一家的起居作息，希望能找到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时间将小孩抱走。可是几天下来一直没有作案机会，按捺不住的蔡雄英最终狠下心来。当时他说是啥，要让那个当地的佣人跟着他十几天。当时蔡秀英就考虑说把小娃杀掉，但是呢王景波提到说是要杀人吗，要准备刀啊什么。12月25号的，然后我们就可到夜市给他买了一把刀。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案发当天21:30左右，蔡秀英带着王景波来到了作案目标居住的建材城外。曾多次踩点的蔡秀英知道此刻他要下手的那家人肯定就在附近，于是两人来到建材城外的网吧门口蹲守。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5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正在街对面的超市买东西。他两个人也就在网吧门口那个花台上那边等着去，等着两个母子出来。当时也不可能我直接跑到店里面去看看他是怎么的，只是站在眼里面看。在此期间，小孩曾几次单独跑出超市，蔡雄英都让王景波赶紧对孩子下手，可是王景波都没有听从。蔡雄英呢还这个辱骂这个王景波，说王景波比较怂，不是个男人。我当时犹豫的没有去，然后蔡雄英就说这么好的个机会都失去，下次去哪里找，你怎么这么日聋啊。他跟你说过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小孩的这个想法跟你说过吗？没有。为什么要？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是不告诉。最终王静波没有在超市的门口对5岁的小婷下手。在警方的审讯中，他说出了2点原因。第一，虽然当时小婷是独自外出，可是时间还早，街上的人很多，他不敢猖狂作案。第二，直到这时候，王静波对蔡雄英为什么要杀害5岁小婷的原因还不清楚，这也是阻扰王静波作案的最主要原因。那么蔡雄英和5岁的小婷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仇恨，他非要要了这个孩子的性命。还有自称不愿杀人的王静波为什么最后还是杀害了小婷，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密谋杀人，疯狂男女却是各怀诡计，神秘跟踪，苦命孩童不料蹊跷身亡，真相究竟是怎样，罪恶又将如何收场。跟踪者一线正在播出。为了寻找作案机会，蔡雄英和王静波一直监视着对面超市中的5岁小男孩和他的母亲。眼见王静波不仅没打算作案，还问起了自己杀人的原因，蔡雄英生气了。蔡雄英以为说王静波不愿意帮他
出气，不愿意帮他来办这个事情，就很直，就提出来说你可是不喜欢我，可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连这些事情都办不了，我还要你做什么？王建波说说我一定帮你。自己就是失去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就说是，哎，再下一个机会就不会失去。王建波没有再问原因，而是保证下次有机会肯定果断出手。这之后，两个人尾随目标母子走进了建材城。此时的王静波并不知道，蔡雄英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的要杀死小孩，这都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一种恨，只有这样才能报复到那个可恶的男人。我觉得他洗脑了我，然后他杀了我，我特别气愤。有一种很怕的感觉。但是蔡雄英就说这个男人毁了他一生，毁了他的青春，他要报复啊这个男人。蔡雄英仇恨的男人是他之前的老板，原来在两年前，蔡雄英大学毕业后就去到他老板那里打工。可让蔡雄英伤心的是，就在2011年的一次出差昆明的过程中，老板强行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我觉得很丢脸，我也没想到报警，我太在乎面子。没有报警的蔡雄英不仅没有辞去工作离开老板，而是一反常理的选择了顺从，渐渐的他竟然对老板心生好感。我觉得他成熟，然后也反正你好反正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做事也温柔。接下来的日子，蔡雄英心甘情愿地和老板保持着情人关系，即便后来得知38岁的老板已经结婚，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蔡雄英却依旧对这段灰色感情充满着幻想。他是渴望，然后我觉得，假如说他真的他妻子离婚，然后我跟他在一起。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案发前两个月，老板妻子得知了蔡雄英和老板的暧昧关系，知道以后是什么反应？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是怎么生气吧？然后打电话骂我。这之后，愤愤不平的蔡雄英找到了老板，希望他能为自己出出气，管管妻子。可让蔡雄英无比寒心的是，他一直深爱的情人非但没有同情他，反而招致了老板更加难听的谩骂。我觉得他如果是对我是真心的话，就算说是他属于那种，就算他妻子那些了嘛，是一家之主还是怎么样啊？他就算一样不说，他也不应该骂我那些，我想不通。想通之后怎么办呢？我就产生一种恨。在这些交往过程当中呢，逐步呢，他对这个男人产生一种厌恶，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理，产生一种要报复他的这个男人的想法。蔡雄英深深明白，凭他个人之力很难报复到老板，他决定对老板5岁的孩子下手，并且他还打算寻找一个帮手。一个月后，他主动找到了一直追求自己的王静波，答应了做他女朋友，然后以工作纠纷为由让王静波对他的老板实施报复。在外面做那些一直在骗自己的嘛，自己的人不在，这个是我打开听公司连出来的时候，我才是他跟老板发生的，前一直他都没提，那还没说，我没很确定的跟讲。当时如果是我认得这些事情，绝对不会跟他，也不会跟他在一起，也不会帮他做任何事情。王静波不知道的事情远不止这些，答应替蔡雄英报复作案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并非蔡雄英选择帮手的第一人选，因为蔡雄英在答应做他女朋友那段时间，他同时还交往了另外两个男人。但是在这些认识男人当中呢，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去报复这个男人。王金波呢很喜欢他，而且王金波的这个性格呢也比较憨厚，所以他觉得你王金波呢
是比较好的，比较顺利的。觉得自己当时太蠢了，做这些事情，当时被人利用那种，认不得。遗憾的是，一心单恋蔡雄英的王静波当时却并没有现在的理智。案发当晚，他随身携带着刀具，率先尾随在老板妻儿的身后，而蔡雄英则在王静波身后十多米的距离看着这一切。蔡雄英在这个整个案子当中呢，表现的是比较狡猾的。他从案件的一幕、事实，他都不出面，他都是指使这个王金波可实施的。此时此刻，漫步回家的老板妻儿、为爱疯狂的王静波、心怀极度仇恨的蔡雄英，三行人形成了一个独特局面。只不过一直走在最前面的老板妻儿并不知道他们的处境将越来越糟糕，而实际上比他们更危险的就是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那就是晚饭后不久准备跟随妈妈前往麻将室玩耍的陈家小儿子陈小婷。刚开始在店里，我把卫生打扫了。然后他说我去看看爸爸。哎，他说我去爸爸那里玩一下。当然，案发当晚，对于陈家母子的动向，内心着急对老板孩子下手的蔡雄英、王静波是毫不知情。此刻的他们依旧不紧不慢地跟在老板妻儿身后。五分钟后，老板妻儿走进了开始有麻将屋的巷子。当随后的王静波、蔡雄英赶到胡同口时，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我在前面，他就跟我说是认识的，我说是，哎，大概就，反正就在那个嘛，他们在那个麻将室。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等他。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等那个小孩出来，把小孩带走。令人遗憾的是，等候的蔡王二人并不知道，他们要报复的老板妻儿已经上楼回家了。此刻在麻将室的五岁小男孩是陈家的儿子。没过多久，陈家儿子小婷跑出了麻将室。就在这个当口，早已急不可耐的蔡雄英立即以死相逼，让王静波赶紧动手。小母亲我面前跑过，然后又跑了这，他说赶快快点。心里面，我脑壳里面一片空白，我很着急。我就抱着他，当时还是会跟着我。当时跟着他大人就出来了，然后我也没跟着跑，不敢跟他跑过。就这样，陈华的五岁儿子小婷被错当成了报复目标。疯狂的王静波抱着小婷，一边走一边对小婷进行着殴打。最后在小巷子中将其残忍杀害。不打算在这里的，太伤心了，在这里不愿意看到像这些享受他画的这些，我都看了才会难过。蔡雄英原本是一名受害者，可是在他遭受强暴之后，他非但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反而在感情的选择上放任自流，最终因为泄愤心生杀念。王静波，一个对待爱情愚忠的男人，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法律观念，甚至他没有做人的基本底线，最终他沦为了他人的杀人工具。虽说他们已经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可是这丝毫不能减轻陈家人的丧子之痛。如今陈华夫妻已经离开了曲靖，远离这个伤心之地，但是这样的伤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治愈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